对。
明天招。我们七座先七座，下礼拜才是五个。五个。七座先定最好，七座定最好的可以来过来给我看。我那天定在七座。
上只做了61页。来，同学，请你们，因为我要稍微跟你说一下，这一题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这样子哈、哦，你们画了很多线条在上面，请问他有叫你画线条吗？没有。你有把那个有的人甚至把 A 跟 B 连起来，然后 B 跟 C 连起来，他有叫你做这样的事情吗？没有。来，请你把题目好好的看一遍哈，把题目好好的看一遍，他主要的目的是要你做什么？找对称。画出对称点，对不对？换句话说，你的答案就只有什么而已？而且只有几个点？一个，两个。他让你画出 B、C 的对称点，对不对？对吧？所以照理讲，你的答案应该就只有两个点。那你如果你只有把那两个点画出来，还是有一点问题。少了什么？出现。找那个出现貌似不用，那个对英文字母，这样知道我在讲什么哦。再来，下面的第二题，因为我有教你们6个视图，对不对？可是很多同学都没有注意看它的题目要你写什么？前上右，前上右。了解意思吗？它题目有讲得很清楚哦，它是叫你写前上右。小时候还蛮可爱的，那个是什么时候的照片？国中刚开始。国中吗？我觉得是吗？真的吗？我觉得不是。那张照片不是国中的时候的照片。那时候什么拍的？国中拍的。当兵的时候。好，他是要你来，接下来，来翻到下一页，然后看62页。62页的答案基本上是圈圈叉叉而已，对不对？我把你圈起来，代表那一题是错的。那当然呢，这一题要么圈，要么叉，对不对？你如果没有圈起来，本来是画叉的，你只要把它改成圈就好。对。可是请问一下，你这样子有做订正吗？有啊。这样直接读，你不再一开始写，这样才有学习。你觉得这样有叫订正吗？要先去了解它。你应该知道，你应该要先知道为什么你要把它改答案。对，当然你已经知道答案了，你知道答案不代表你下次能够会啊。所以你把圈的改成叉的，把叉的改成圈的，你应该要去思考为什么要改答案，对吧？了解我在讲什么？好，再来。第二题第二题为什么会给你打一个问号呢？因为我们要算是这一题不可能直接你有那么厉害，而且要计算值。哦，那下次可不可以直接这题呢？啊，对啊，还要计算值。对，所以你写在计算值上，不然就麻烦你就写在这上面可以吗？好，然后呢，接下来我们看一下63页，63页也是相同的问题，然后你们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，你们都没有用一个工具，你们都没有用工具，都没有用尺去画，有些人没有。如果你没有的人，请你务必要用尺再重新连一次，对不对？可以吗？为什么这一题你要把它连起来？他有没有要求你？来，你看题目。对，他是不是有说请你写出对称点之后呢，并且把它连起来，对不对？看到哈，所以这一题的答案就不是只有4个点，还要把它连起来，就变成了一个4边形，这样图形才算完成。好，那当然呢，你的 PF、GF 也都要写上去，很多人都没写，所以我就给你圈起来，我把 PF、GF 圈起来，就是你忘记标上去了。再来第五题的改法我会这样子改，就是你说你写甲乙丙，然后我就这样做，这个圈起来，然后在旁边再圈两个，请猜测一下我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多写一个，少有多有少，有多有少，哪一个多了？乙，这个不应该写的，这个错的。他们呢？你少写了两个答案，这样理解吗？然后最下面那里，再来，我再问你们，最下面那里有什么？有没有？然后呢，就这样。来看那把吧，请问我为什么要把它圈起？因为它点应该要连在，就是在同一个。对，如果你有画好的话，如果你真的画的是对称轴的话。那三条对称轴
会刚好怎样？原来的。因为它是一个什么图形？三角。不是三角形。因为它是一个正三角形。所以，因为它是一个正三角形，所以你画的对称轴，它会通过中心点。所以你画这样子实在是，好，所以你要修正，好吗？好，然后呢，如果像这个，你们应该知道了，对吗？但是因为这个不能这个图形就这样画，这样画，然后在旁边这样对半，对，这代表什么意思？还有对半，就是你画对了，可是呢还少了答案，这样了解吗？还有差什么？叉叉，对啊、哦，好，好，再来我们来看一下64页，64跟65问题的。好，请问一下这几题61到65，你们有没有哪一题想要问我？没有，我们来看一遍。我有，没关系，哪一题有问题？你有还是没有？我有，来，没有六二，好，我们看六二的，六二的第几？第二题，好，我们看六二的第二题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哈，来，62页的第二题，它是一个什么图形在那边呢、啊？三角形摆在一条直线上，对不对？它摆得歪歪的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呢，它告诉你 AB 等于20嘛，对不对？请你在二十，你先在 AB 的旁边写上20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习惯。你直线跟直线是哪一个？上来，好习惯，对不对？哇，这些三个，阵容坚强，可是竟然没有人上来。四个，可以顺便把这个杀掉，还有快做完杀掉。4个人，黑板竟然都没有人猜，好，谢谢。OK。好，我们看一下第二题。它是这样啊，有一条直线，然后它在上面摆了一个歪歪的三角形，然后它就标 A、B、C， 然后呢？说 AB 等于20，其实就是被标在20，要写上去哦，这是很重要的好习惯。然后接下来他就说，哎，这句话有点难哦。来，你注意看哦，什么叫做 C 点到 L 的距离是16？在一个点垂直下来。在一个到这个的距离垂直下来了，好，请你把那个垂直下来的画出来。哎，你看一下，我忘了。觉得哪一个才是？到底哪一个才是？直线。都不是。我完全看不过去。大拇指那个，好。都不是对不对？那所以都不对对不对？我应该画的怎样？直直的是对谁讲？对 L 讲。对 L 讲。对他来讲要直直的，对不对？那我跟你说，随便一个工具它都有直直。我就利用这样，看看吗？我就利用这里有一个，这里跟这里是直角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可以利用这个直角帮助我把那个直的线，然后它线我是参考这一条，以它为基础画出直的。然后再把这个画掉，对不对？来，请你把这个画掉。那他说这个距离呢，16，就在这边标16。来，每一个人都要做哦，要画好哦。准备60A。这就是我们应该做好的订正。好，然后呢，他要问什么？请问这题可以解决吗？来，自己把计算问题上去，因为大部分都没有写。来，自己写，看他算什么。A、B、C 的面积。那三角形面积怎么算？他算这一块三角形的面积。所以底层高度的底是多少？20。高呢？16。都有了，对不对？请你把算法写出来，然后算出来。写完了，非常好，那你给你百分了，对不对？来，你们还有少？来，我问一个问题哦，这个习作上面总共打了三个成绩，对不对？你三个成绩都是满分的成绩。现在订正过，订正过后，订正过后，现在都是100分了。来，其他的你自己找时间找我哦。
金正晚呢，你可以随时找我，好不好？来，现在呢，现在呢，我们先上课这样。来，你把它写上去，把它写上去。做一个啊，做一个好，来，你要写一张作文，你二十没有写，还有这个做 A B， 然后说还有多久？然后刚刚画的这个啊，这个写的这个啊，有没有？对不对？做不到了。有气啊，看这条线，我们找到中间了，然后找到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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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其实还有没有其他题目你觉得不是很清楚的？有没有？哎，订正很重要哦。来，你翻一下61页到65页，还有没有哪一题不太清楚？就算你对的，但是你不太清楚也可以问。洗漱的部分。如果没有的话，你们今天的作业就是这一本哈，这个。这一本白本的后面三四格的地方，也就是第几页呢？是下学期的吗？对，下学期的这一本，就是从19页一直到后面全部做订正。我们以前都写过了，对不对？那你这一次只要做订正的动作，好不好？三四五，就礼拜一再交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刚刚考的这张考卷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张考卷。来，我们看这张考卷，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题哦。这个图是什么图呢？长条图。哎，长条图它的好处是什么？它就可以很好画。它那一条一条的代表什么？数量。对，它直接把那个数量画出来，对不对？就像你看到我的高度，就从地上看到我，对不对？你直接看到我的身高，对不对？直接看到我有多高，从地面看到自己，对不对？了解代表什么？长条图的好处就是，长条图的好处就是它可以把一整条的数据都画在那一条上面。这样子看起来的感觉怎么样？好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，所以，他们去投票哈，他们最喜欢去哪里？所以第一小题，所以票数最多的你就知道，对不对？那票数最多跟最少，最多的是肯定，最少的嘞？亲近。他们不想最亲近的，如果是你们没有，我们来调查一下吧。这四个西投在哪里？南投。西投在南投，有没有人有去过？有，然后肯定有人有去过吗？有，你怎么都有去过？然后那个亲近台中，亲近有没有人去过？有去过。你怎么又去过了？然后泰鲁阁呢？台东那边。你为什么没去？为什么没有举手？你为什么没去？我有去泰鲁阁，我也有去过。我去大鲁阁，我有去大鲁阁。这个是白目。然后那个，来我们来看一下。那你们有概念吗？来调查一下你们班上最喜欢去哪里？这四个有，这四个。妈，我们去基隆。没有，这四个。最喜欢选择，如果你要去玩的时候，你会挑这四个的哪一个？这样，你会挑西头的，你举手。西头来干嘛？西头应该就是风景。没有，没有。啊，肯定。一个两，好，这样。亲近农场，把亲近那个地方一个，泰鲁阁。我去看悬崖。放下，很显然你们其他人都没意见，因为不想去。大鲁阁。然后 OK， 然后我们看一下第二题。恐惧到底。没办法去。好了，我们看一下第二题。第二题这个图是什么图呢？圆形图。那圆形图，他画那个圆形图是代表什么意思？全部。哎，对，圆形图在旁边括号两个字，圆形图的旁边括号两个字，全部。它通过圆来把所有的东西画在圆里面。那个红安跟上，写上去，你有写吗？圆形图后面括号写上全部。然后呢，他没写。我喜欢你，我很贱。好。你看一下，它圆形图上面，它是在讲对运动的喜好，对不对？对运动的喜好，所以呢，实际上它那个圆形图是在表现全部的什么？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。比例哦。不是。人数。对。所以这个圆总共几个人？20人。对。
来，请你们在刚刚写上全部的旁边写上二十人，那句很重要。哎，它表现的是这个圆形图总共表现了二十人在那里，可以吗？总共二十人在那里。那这二十个人在那里的时候呢，他为什么会切三部分呢？哎，有些人喜欢。篮球健身。哎，对对对对，哎，显然他们班没有人喜欢足球。他们学校旁边没有足球。哦，这样子。如果选项只有这三个的话，他们的喜好是最喜欢哪一种呢？篮球。篮球，最喜欢篮球。好。哎。换句话说，欸，他，欸，明明只有二十个人，他怎么写二十五%、35%、40%？零点多少年点余，百分余。欸，对，来，同学，来，他做了一件事情，注意听哦，他明明只有二十个人，可是他写的数据却是35%吧，25%、35%、40%，对，所以他是把他二十个人看成多少？100%。哎，你们很厉害，他把它看成好，100%。请你把这个写在笔记本上。来，笔记本，我们今天几号呢？6月6号星期五。来，请把这个。要毕业了。我要毕业了。我要毕业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去年毕业。哦，去年的这个时候毕业。那好感动。对啊，然后我们6月12，我们毕业。今天是6月12，而且快毕业了。今天是6月12，毕业了。那边高中是六月，哎呀，就是我不容易，去年没有摔到啊。毕业了，我好感动。好，那既然是这样，二十个人看成这么多，那如果他地上有一本，那本是什么？那是我的。好，还要拿书，好，那我问一个问题啊，那如果这里是50%，就代表这里有几个人？50%。有那么厉害？半啊。哦，因为他一半，所以他就跟着。所以他一半，他就一半。无所谓，无所谓，困难呢？那如果他是40%呢？8个人。比较，这看起来要八个人。我知道。反正50%，我知道10个人，我觉得很简单，对不对？那40%一定比10个人还要少，对不对？他到底怎么算的？20除以0，哦，20乘以0.4，50%的话，你就知道分一半，然后再分一半。所以他说，
改就很好。不用改，你想法都一样。就是你看到他是他一半，就发现他的一半，对不对？对吧？所以实际上是做了一件这样的事情，是你拿他跟他，你拿他跟他，所以你拿他跟他。拿他跟他，然后呢，就会拿这一个跟这个，对的，你是拿他跟他，对的，他跟他，对的。所以你看到这个是一半，所以这个一半，不要讲话，不要胡说。最近最近，你在讲话，不要讲话。你刚刚是拿他跟他比，然后你就拿他跟他比，你说反正就犯了。所以呢，这一个比出来，这个比出来，你可以看到，你能看到数字里面，你就把它全部加进去，这个很简单。那我把这个想法来怎么去，为什么可以这样算的想法，想法在哪里？因为这个就会很多。这个就很多包分布，这个就是0.5，对不对？这就是0.5，所以这个答案，我选这个答案，这个不知道的数字，看这边哦，看这边，这一个除以它会的，你看，看我这里有，看你这里有没有？看我这里，还有人睡着了，好紧张啊！这个是什么？哦 no！来，同学，来，注意看，你怎么算？来，看这边，看这边。我教。所以呢，它除以它会等于它，对不对？它除以它会等于它，所以这个会等于它，对不对？知道我在讲什么？对。好，很重要，很重要。你是利用它跟它比的，所以它跟它比，它是它的一半，所以它就会是它的一半。那它是它一半，我们乘起来会是，就是它不是它的东西，就会它的两个乘起来。所以这个十，如果把它写成算式的话，那就是20乘以，也就乘以50%除以1%，2%就是一，所以我们就会说它就是50%的。所以很棒，也就是你们刚刚跟我讲的那个原理。那这个我们就比较成为零点二，零点四上就是乘以，所以我们通过乘以可以通过乘以。好，请你去算数，如果是30%，七了，七了，可以算，算完了，每个东西都写在那里。你好，我这边放这个，好，你们都拿完了，六了，还要写完整，是基本上，黑板上的东西都写在上面，你们黑的基本，不知道在哪。全部的人，然后再看看他的比率有多少，所以我就乘以零点。
分之三十五也很棒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最后那个折线图，给折线图可以让你看到什么呢？变化，看到上面的起伏，对不对？啊，看到起伏就很容易让你看变化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你很喜欢起伏，但你就在外面写上起伏，起伏就在看变化，起伏会什么？两个字就起伏了。对。那因为它只让你看到最上面，对不对？所以很容易可以让你看到高低，那所以最高最低应该很容易。好，这张大概就这样。好，然后呢，请把纸本拿过来。这张你通过不会收过来。来，纸本我们看到。剧本先翻开四十五页，四十五，因为我有改过你们的，然后我发现你们没有写完整，你们蛮多的没有写完整的。是我讲太快了吗？是怎么会多人都不喜欢？你说第一题你们并没有把最高的那个人圈出来或是勾出来，我给你过来放过去，所以他们会不会是这边？我们继续看看，他有请你要把最高的人圈出来，你们没有错的要做出来。在蓝本上，对，不过我叫同学要贴，翻开的，贴住。然后第二题，它重排会影响文具阅读吗？那个四十五页，好吗？四十五页。第二题，我们把它重排，我们把长条状的那个图，我把它重排，我会影响到我去阅读它吗？不会。可是你们为什么也会？说这里的答案，也蛮多人都没错。然后再来，第三题，为什么是从二十二页读开始画？我现在要比那个第五个温度高了，因为小琉球这十六的温度都没有低于这种，对，它的温度都在二十二点五以上，了解吗？你要自己补。来，最后一题，请问一下，答案要写一个还是两个？两个。答案要写两个，对不对？嗯。然后一个是写谁的？全家。然后全家你要写多少？全家是。主教，你写25%好吗？你写25%，我会把你圈起来。为什么？知道吗？因为。为什么你写25%，我会把你圈起来？没有刚好而且它比25%还要多，对，很明显看得到嘛，对不对？它比四分之一的圆还要再多一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写25%，我会给你对，因为我们看得出来它比25%再多一些，所以我们通常你要跟我写，可能要比25%再多一点。所以你要是那个。比25%再多一点，可以猜一个数字。也可以。好，全家是这样，那个 seven 呢？seven 就很明显是多少？50%。有人写70%，为什么呢？他把它怎样？啊，75%了，有人写75%，为什么他的答案会写75%？哦，他以为他答案只写一个，他加起来了。可是他有要求要加吗？没有，他说请你分别写出来，对不对？那你就要写两个答案。好，现在我们翻过来46页，来翻过来46页，跟上46页。
可以跟我说，我就在这里面。OK 的，你先翻过来，自己先看，因为你们，来，你翻过来，46页，那自己看哦，因为你们很多人都写的不完整。不是啊，中间那个空格应该要填哪个？因为他的讨论是他的毕业的比例比较多，对不对？虽然假校多了两个黑，了解吗？接下来翻过来，你看47页。因为你看他的说法是，是不是那个说法是，如果你把话再给清楚的话，你会看到两个学校西级的比例假校多很多。我们会倾向会用什么的方式进行比较呢？我们可以用，我们如果两个学校人数不一样的时候，人数不一样，你可以用人数多寡来讲，比较厉害。比如说啊，东港高中跟东港国中跟我们学校人数差很多哦，对啊，对不对？那你可以说，如果他们考五个5A，我们也是考五个5A，请问谁比较厉害？我们比较厉害，我们比较厉害，他们人比较少。他们所谓的人比较少是，对，所谓的人比较少是相对我们人数来讲，五个人比例很高。对，他们的人数很多呢，五个人相对来讲就变得很少呢。了解意思吗？对。所以两个学校人数不一样的时候，你不能只看人数的多少，人数的多少。